讲啊，母亲节快到，我买很多礼物回来给你呢。这个你穿了，隔壁阿伯真的直接流口水。你戴 Switch 站了，这个敷上去哈，隔壁的阿伯哈看你的脸哈会有反应呢。还有最后一个，整天在跟他吼凶，追着追着，是不是全世界第二舒服？为什么不是第一？因为啊，全世界第一舒服的是我的手。啊，我平常都在台北啊，这个哈就代替我陪在你身边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当然好。啊，好哦。嗯，那我以后不回来了。嗯，不行，你也要回来啊，不回来。好啦，你舒服就好啦。来，妈，母亲节快乐。嗯。我刚刚去看到我们很多小时候的照片呢，还有你结婚的时候，你看。然后我跟你讲啊，就是你也辛苦了。自从爸爸走了以后，都是你一个人在照顾大家。那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母亲节的时候好好孝顺自己的妈妈，即使不是母亲节，也要让你天天过得像母亲节，这样好不好？我心里很高兴，拥有这么贴心、这么乖巧、这么调皮的小儿子。真高兴，真高兴，妈妈真高兴有你啊！母亲节快乐，嗯，妈。